大众，我都不让人睡觉。你好，丹丹女士。喂，您好。你好，丹丹女士。我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啊，您的银行卡流水出现了问题。流水？喂，我的银行卡没有流水啊，卡是干的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卡流水了？你骗谁呢？女士，你没懂我的意思，我是说银行卡流水。我知道你说的我的银行卡的流水，但是我银行卡没有流水啊。那我看看我家其他地方有没有流水啊。喂，没有流水啊。女士，你在听我讲话吗？哎，你等会儿，我正在我家地上找流水呢，我在听你讲话呀。你说。我是说您的银行卡流水出了问题。你说流水出现了问题？出现了什么问题啊？不会把我们家楼下给淹了吧？我说的是您银行卡账号流水出了问题。你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吗？那我还是没有听懂呀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没有流水，真的没有。我现在就拿着我的好多的银行卡呢，刚刚都查了，没有流水，卡是干的呀。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怎么跟你说就说不通呢？我说的是您银行卡账号出了问题，你懂不懂啊？啥出现了问题啊？明明就是没有流水嘛，你这个人才有毛病吧。我已经告诉你好多遍了，没有流水，没有流水，你就是听不明白吗？你确定你没病吗？你肯定是神经病。喂喂，挂了，这肯定是个神经病，明明就没有流水嘛，卡也是干的，非要好好的让我睡觉，打扰我，继续睡觉。这世上还有这么丑的男人啊，真是太搞笑，这不就是个傻子吗？干嘛呀，拉着个驴脸就进来了。我有事要问你，你必须认真的、如实的回答我。什么事啊？搞得这么严肃，紧张兮兮的。我问你，为什么我长得不像我儿子？不是那个，为什么我儿子长得不像我？长得像你的话，不就长残了吗？你给我好好说话。谁说儿子就一定要长得像爸爸？长得像妈妈不行吗？再说了，你看隔壁老王长得也不像他儿子呀，对不对？我不跟你扯这个，我就问你，为什么我儿子的基因里面没有我的基因？你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呢？今天我带儿子去医院检查了，医生说他不是我儿子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还不是因为你，在我怀孕期间，天天让我吃那个什么，转基因猪肉、转基因化碳、转基因水果、转基因大豆，这不转着转着就把你的基因转没了吗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也是，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错了。你竟然怀疑我，冤枉我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生气了。哎，老婆，你别生气嘛，都是我的错。晚上我们去吃好吃的。你以为请我吃顿好吃的，我就能原谅你了？那我再给你买个包包，再买身新衣服，行不行？这还差不多。把钱带足了，走吧。哎呀。
你说我问什么问呀？真是赔的夫人又赔兵啊！哎，冰心，你怎么这么无聊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你咋过来了？哎，闲转嘛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对了，张大妈给你介绍那三个对象，相亲相的咋样呀？快给我说说。哎，别提了，张大妈给我介绍那三个人呀，实在是不合适。哎，听说那菲菲长得小家碧玉的。菲菲呀，虽然长得小家碧玉，但是不行啊。为啥不行呀？哎，她长得倒是挺漂亮的，但她是个瘸子呀。原来是个瘸子，那白菜姑娘怎么样呀？白菜，你别提了，那姑娘可能整容把脸给整坏了，脸都成那个样子了，更尴尬的是，她一走起路来就摇摆，那身姿，啊，简直受不了。哎呀，别说了，确实难受。那冰冰不是挺好的吗？挺爱干净的。你说冰冰啊，他就更不用提了，他胖的太离谱了。胖点有啥不好？那肉嘟嘟的，一下多可爱。他300斤还好啊？妈呀，那得多胖啊！哎，他那身材像水桶一样，除了屁股，全是。有，没出现，太恐怖了。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那人简直就是日本相扑，有那么胖吗？他那身材比日本相扑都可怕了。之前啊，他跟我见面，他就对着我的肩膀拍了一下，我瞬间感觉天都黑了，差点晕过去。啊，这要是跟他结了婚，哪天不顺心，他不得把我打残废呀？哎呀，你这小伙子还挺挑剔的呀，那你想找个啥样的相亲对象呀？我看冰心就是个好女人，可爱又善良。啊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我就是个寡妇，你个大小伙子看得上我啥呀？冰心啊，我其实早就看上你了，一直默默地暗恋你，就是没好意思跟你说啊。你说你咋这么会开玩笑呢？啊，你温柔贤惠有内涵。冰心，说实话，你感觉我这个人怎么样？你呀，人好心善，工作好，能力还强。是吗？那你看得上我吗？不瞒你说，自从我老公去世以后，我就下决心一辈子守寡。哎妈呀，这哪行呀，冰心啊，你说你这么漂亮，这么贤惠，你咋能一辈子守寡呢？我老公当年可是非常爱我的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。哎，你这么美丽善良的女人啊，我也会对你好的呀。哎呀，那谁知道你能对我好多久呀？我对你的爱慕之情犹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要多久有多久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，冰心？你让人家考虑考虑吧，毕竟这也是件大事儿。哎，还考虑什么呀，你就答应我呗，你在我心目中啊就是女神啊。那好吧，答应你了，你可要请我吃好多好吃的啊。嘿嘿，这寡妇又漂亮又贤惠，据说她老公还给她留下了一辆车。她今天终于答应我了，能娶到她老公留下的那辆车就是我的了，还是我最精明，以后可以开车兜风了，哈哈哈。冰心，走，我想好带你去吃什么了。